嚟緊禮拜咧，喂，先係禮拜一都要交兩份功課，禮拜二都係有兩，喂，禮拜二有呢個交 PowerPoint 加呢個 content 加，因為雖然廿號交 content 啊，三日咧，廿二號禮拜三交呢個 PowerPoint， 但我已經做咗佢啦。因為我琴日咧走 present 完呢個4-18之後，跟住我走咗電腦雞揾啊！你記得我講過英文，我哋班係三一個人上嘅，但係實際上得四個人上堂，成個3-8係得四個人嚟，好混水。禮拜三係啊，廿二號禮拜三咧，呢個英文補底班啊嘛，多一句佢話：如果係塗啲，如果係 DSE 嗰堆就嚟啦。跟住禮拜四冇乜嘢啊，禮拜五係交呢個4-18嘅 final report， 跟住28號交數學3-3，跟住禮拜二啊，應該係叫，咁亦都係 content 加數學嘅測驗。數學咧，基本上你一定要温嗰啲咩 log 啊，即係微分啊。log 咩 log 幾多減 e 幾多，就或者減 e 幾多嗰啲咧，即係好似嗰啲因式分解嘅，即係微積式嘅因式分解啊。但係多一句冇讀，對於冇讀過 M2 嚟講，其實好難明白。多一句我諗翻起作學咧 ，B 班咪 M2 嘅 ，B 班應該每日都係咁做微積分。Yes， 呢個科最出名就微積分喎。微分即係 log 嗰啲啊，積分即係咩 d1 或 dx 啦。你微分就啱講個 log 加乜加 e 加 log 嗰啲啊。到啊，我都可以話禮拜四嗰陣時咧，數學啊，做嗰個 mechanic 嗰個測驗已經係我預咗自己就 fail 噶啦。其實基本上。特別是 IXX 那條 BIX 那條很難明白，如果你如果它是用工字鐵或者用 T 字鐵呢，我可以用一個方法去計，對於 IYYS 來說，因為我看 Sir 的答案呢，即是跳拖那些，我心想你它的答案怎麼計出來的那個 IYY，你 IYY 連 BIX 都計不到，你學的學家 IYY 請問，因為 IYY 的 S 是拿 BIX 去計，調翻轉 IXX 是用 BIY 去計的，你都冇嘢計撚啊！佢嗰個 BIY 個答法咧就係1/12，跟住乘咗，即係我當嗰個公字鐵係一個 rectangle， 先乘咗最外圍嗰個 rectangle 先。嘅三次方，再減翻裏面嗰個 rectangle， 即係唔要個 t， 唔係先塞嗰兩嚿長方形先，跟住就唔要嗰兩個 t 啦。跟住塞咗嗰兩嚿 t 之後，將嗰個公字鐵攞走合拼埋一齊，就係一個細 rectangle， 再乘翻佢，再減翻嗰個，再減翻長乘負，就係嗰個八 yy 嘅答案。考試唔知俾唔俾寫咧？如果考試係出公字鐵嘅話，唔係
佢有要求係，如果你考試唔係，如果佢考試冇俾，唔使你即係佢話齋揾呢個 I X I Y Y X X， 其實我可以咁樣寫，因為我知佢點揾，因為佢條條嘅 I Y Y 都係裏邊嘅長方形式，唔係都係入邊嘅長方，唔係出邊嘅長方形式減翻入邊嘅長方形。我講完四玩一下，因為好耐嘅稿，跟住我入翻嚟啦。冇幾多，我玩完之後睇翻嗰段片咧，黑畫面啊，全部都除咗開頭嗰兩彎之外，齋聽聲，但冇畫面。我仲諗緊，琴日有個 moment， 我都好想擺出嚟，就係、是、玩《追人之地》啊，《追人之 round round》都有三四個黐頭鬥緊，特別有一個咧。真係爭好，再知你啊！我企喺上面機見到一個人咩 MO 咩 6Q 有一個垃圾揸車啊，誒黐頭人。係見住佢咁自動瞄準咯，跟住佢對緊我一次之後咧，喺我 friend 隔離重新，跟住我準備掟一個撕死人嘅頭嘅後盾啊，跟住佢射咗我。借咗親戚打死我唔死，跟住一路都睇住佢抌，跟住又抌多兩個屍死。佢好似見我唔到掉屍死，跟住後屘佢踩住我嘅屍死，跟住我撳爆咗，佢死咗。T B 啦，Battle Pass 已經94啲嘢，其實每一個通人唔係每一個禮拜通人值，唔係每一個禮拜嗰個冇真係冇咧，46個點數我計過，因為係四，因為四乘，因為四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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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啦，即係有6個 sorry。開頭三個係四，跟住48、12、16、20、24、28、32、36，跟住再加最尾一個10咧，46個點數。禮拜一係去九龍，唔係去黃一勁。下個禮拜一27號咧都要翻學咯，因為你記得啦，上頭嗰陣時咪我哋 B 組原本咪上嘅2393，但後屘就唔係 E 咧，打風跟住加紅雨啊，小雨真係幾有成熟。跟住就去到11月27號咯，咁即係話成個11月嘅禮拜一都係要翻嘅。28號我講過啦，28號係抗踢，跟阿傻砌炎，29號就呢個 physics 嘅砌炎。我對於一啲對於讀外班，唔係有啲 job 咗數學加 physics 嘅幾正。佢 job 嘅原因可能係真係。中學讀過 M2 合格，又或者讀過 Physics 合格，又或者讀過基礎嘅 Engine 數學加 Physics 啦。計數嗰啲唔係，都講過啦，師傅係難讀嘅。
19年11月17日睇個新聞都知啦，就係、是、理大衝突啦。雖然知我哋中學都停咗好耐課，停咗即差唔多我講過兩個禮拜，差唔多兩個禮拜。咁係有啲大學咧就提早完咗 sem 咯。成日都話反作弊就係加強咗成功，但係口講嘅加強調翻轉啦，冇乜作用，做樣啊！唔係應該咧就係自己嗰個 anti cheat system 咧，嗰個咩合約到期，跟住冇錢去贊助一個反作弊啊，跟住咪又自己整啦。如果你反作弊咁弱嘅話，一啲捱咗好耐徹底應該收皮嘅，但係依家係冇收皮。今朝收得凍，出面都12度。係啊，禮拜唔係話勁嘅，都唔使好早出門口噶啦。因為咧，即係同我去 Ivy 葵涌 Ivy 為例啊，就用咗7個字左右。咁即係我可以7:30出門口，我都係咁講。行過去好近啫，起碼比起摩利臣山又或者九龍灣近好多咯。你九龍灣係穿過九龍灣咩德福二期，跟住就到噶啦。跟摩利臣山係下一段路先到Ivy。